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、平静的时刻。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、自在的原地。在当下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。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，我是安安老师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， 我是安安老师。接下来要进行姐妹淘聊心事，欢迎小米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仙女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这样子尊称我自己，有点小，刚刚有点小恍神。对，我刚刚想说，哎，仙女呢？不，因为我现在听众朋友说是仙子。我他是谁呀、啊？我他来了。其实呢，我觉得小米自称仙女这件事情，可以看出她的性格是多么的自恋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在我们录音前，然后小米刚刚他就拿那个他手机里面的照片给我看，不是他的照片，是一个正妹的照片。然后那个正妹就是真的长得很漂亮，我觉得像章子怡，真的不像。然后我就跟我妹说，哇，好漂亮的女生。结果你知道我妹回什么吗？你自己说吧，我都不好意思讲。我忘了耶，我回什么？说我比较漂亮？不是。然后你还骂对方。我说她就是长得还不错的一个很土气的女生，是吗？就说她是长得不错，但是就是一个很土的女孩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就还蛮，就是感觉艳丽中又有一种清纯的感觉、啊、我向来不会欣赏人家与生就俱来的东西，就是她天生就长那样，所以她没有个人风格，我就不会觉得她很漂亮。不是不是，这点根本不干个人风格的事。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讲，其实小米呢，她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说呢，她永远都觉得自己是最漂亮的。我没有觉得我自己最漂亮，但是我觉得全世界我最喜欢我自己，就是我的审美眼光看我是最漂亮的，但我不管别人。对，然后无论譬如说这个女生可能她的男朋友在街上会看别的女生，然后这个女生可能长得就是很漂亮，或者身材很火辣，明星那些我都但是小米总是很有自信的说，对，我就说你眼光好差、哦真的。对，因为我发现一般的女生啊，就是碰到这种状况，譬如说男友，而且我工作会遇到很多明星嘛，就是照样这样子攻击他们。不是，就是一般的女生如果说在那个生活场合当中，然后发现自己的男友或老公一直在看别的女人，然后通常就会，我都会鄙视他们，就是而且看的是正妹，回去就会说那个女的就是会很自卑啊，然后就会一直问说你还爱我吗，然后你不要再看那个女的了，这样就是会心情很不好。但是我妹完全相反，她就是会用一种很鄙视的眼神看她的男友，然后就说你品味好差。对啊，我都会说哎呀，你怎么会喜欢那种庸俗的女人啊，品味好差，这样。然后男友就会自己检讨一下自己，想说好像也还好，我说自己想啊。我就一直这样子羞辱他们，我不会觉得怎么样。对，而且重点是，我就想说，我都会跟他说，我了解你是一般的男人，所以你还是会庸脂俗粉，庸脂俗粉还是会吸引你的眼光的。但是我不跟你计较那些，我觉得真的就是你是个孩子。其实我觉得呢，每个女人呢，真的是
有一种气势出来，就是会不一样。因为我真的见过那种长得不是很漂亮，身材也是很平庸的人，但是男友爱的要死，就是这些女人超有自信，超有自信。我发现男人是很喜欢有自信的人。你不喜欢有自信的男人吗？那如果他就是条件没有很好，却那么有自信，我会觉得他自我感觉过于良好，好像有点高估自己。那我本身条件也好，乱讲。我跟你说，每一个男友就是看别的妹，我都不会生气，我只会鄙视他们。所以你不会想说，你不是因为嫉妒才去攻击对方，攻击那个妹，你完全没有嫉妒，因为你觉得他们跟你不站在同一个高度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不会嫉妒漂亮的女生。全世界漂亮女生那么多，就是以凡人的眼光看，漂亮女生真的很多，随便路上抓来就有，送进整形医院就有啊。我自信的是我这个人，就不是因为我的外表或者我的个性什么，我就全世界就只有我一个啊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很好，我们就说就是你很特别， You are so special， 每个人都是如此特别。对，但是其实 you are not special because everyone is special， 你并不特别，因为每个人都很特别。但我不 care 别人我特不特别，我只 care 我很爱我自己，我就会喜欢我自己。就算我不特别，我真的很喜欢我自己。就是如果我是男人，我一定把我自己要疯狂的追求我，我就很想跟自己拥抱。我就很喜欢自己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你要注意一点呢，就是说自恋不是不好，但是自恋如果造成到别人的困扰，那就不太好。我没有造成任何人的困扰。其实我觉得我妹的自恋是不错的，因为她就活得很开心很健康，而且她也不太造成别人的困扰，别人都觉得她很好笑。我问你，自恋怎么会造成别人的困扰？当然会啊，很多自恋型的人格的那种。我很自恋，但是我懂得在别人面前就是因为做作一下。我讲的是心理学上面的病态的那种自恋型人格，就变成说他的世界只有他自己的时候，他完全不会考量别人的感觉跟感受。所以他就是叫做为所欲为，非常骄纵，人家会觉得他非常骄纵，但事实上他的世界里就只有他自己是最重要的。对，那我没有啊。对，我觉得小米这一点还不错，就是说他没有但我朋友都跟我一样。你的朋友？我的姐妹涛啊，或者是我男性友人，每个都是像我这样子如此的爱自己。是你们这新一代年轻人才会这样子吗？我就是物以类聚，因为 我觉得不是。因为其实我认识很多像你这个年纪的孩子们，但是也不见得像你这么有自信。而且你说到说你的朋友都是这样子的，我的好朋友甚至是胖子啊，或者是长得不怎样，都如此有自信，我都如此爱他们，而且我都跟他们说你是最正的。所以你们就是非常非常爱自己，但是呢，你们的爱自己并不会像一般人就是很自恋，爱自己就只觉得自己好，你们是觉得自己好，别人也很正，就很棒，就每个人都很棒。所以 我没有一个朋友会在我面前在那边自怨自艾的那种人，我没有办法跟他做朋友，打从心里就跟他不合，我就会觉得就翻白眼。我不喜欢一个人说自己不好不如别人，我听了很反感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要多跟小米学习，我觉得这个非常健康，就是你好我也好，就真的大家都好。你看到了自己，你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眼光看自己，你同样也是用一个很正面的眼光看别人，这个会让你跟他人都很快乐。对啊，不要自怨自艾，真的会让人家翻白眼。为什么会不爱自己？全世界真的你找不到另外一个你了，如果你找得到你就会爆炸，这是一个传说的。谁说的？就说你找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人，就会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就砰一声就会爆炸。这谁说的啊？我第一次听。这是真的啊。所以你找不到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的你。我曾经说过我的价值观没有好不好，就是状态的问题。所以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我就觉得我全宇宙我很特别，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自己。对。所以像我们看到有一些特别是女生，她会为了男朋友，譬如说男朋友在街上看到那种胸部很大的，然后她就很想去隆胸。不会，我们姐妹她都会一直说她真的就是就像我刚刚一样，姐妹她都会有同样的心。然后我妹现在一直在旁边翻白眼是怎样？我就说喜欢大胸部啊，庸脂俗粉。大
胸部是对他就是胸部很大，但我不会，或者是他在街上一直看那种很瘦很瘦腿很长的。哦，我都不会，我觉得那个人又不是我。哦，所以你就是觉得自己很特别。但是每个人都如此特别啦，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气啦。你如果真的想要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女生，你就必须要有很漂亮的个性。很多女生长得很漂亮，她个性不漂亮，我觉得她很丑。欸，其实你讲的没错，欸，就是真的，就是你看到那种我刚刚讲到一半，再漂亮都会，就是有很多其实她的外表没有那么好的人，但是你会发现真的她的男朋友或老公死心塌地爱她，因为她真的觉得自己很棒。对啊，对。然后当你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，如果当你自己都不欣赏你自己，你怎么要别人来欣赏你？所以前提是你一定要欣赏你自己。那是一种态度啦，就像你一个女生她长得很漂亮，但她很没有自信，你给她穿再漂亮的衣服都不觉得她漂亮。而且这个自信并不是从外界来的，就是自己给自己的。我觉得这是一种魅力啊，喜欢自己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情。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平静的时刻，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自在的原地，在当下，在这里，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。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，我是安安老师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晚安，欢迎回到安心 So Good， 我是安安老师。我们要继续进行姐妹淘聊心事，欢迎小米。Hello， 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米仙女。在上一节我们讲到说，小米她很多人爱，就是因为她其实并不是因为什么条件，就是因为她很有自信，她很爱她自己，爱自己的能量就会吸引别人也来爱你。我觉得爱自己不仅重点不是吸引别人爱你，是你自己会很开心。没有，我说也会，这个不是目的，啊，我只是说就每天跟自己谈恋爱，看到镜子就很开心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嗯，其实我觉得就是我都会鼓励我的姐妹，就譬如说我姐妹如果说她男朋友就会看别的女生或什么，我都会跟他们跟我的姐妹说，拜托你那么美。嗯，对，我都会一直夸他们。嗯，对，但是我是真的觉得他们美，但我对美的定义是特别就叫美，所以我就会一直夸他们。其实啊，我在这个心理治疗里面看过好多好多的例子，这些很多的特别是女生，她们非常非常渴望被爱，那个渴望被爱就是渴望被称赞，然后呢她们就做很多的事情去得到称赞。哦，我很喜欢夸我的朋友。嗯，对，比如说在工作上面啊，或者是打扮啊，然后或者是在各方面的成就会撒娇啊，其实他们想要的就是得到称赞，但是当他们没有得到称赞的时候，他们就会非常的失落。我都会直接说我想要被称赞，这样就不用在那边弄半天，我会跟我男朋友直接讲。诶，你这一点也不错，但是男朋友会不会觉得你很烦？就会一直笑。但有称赞吗？就会啊。比如说怎样？我会说我觉得我今天穿得好正啊，你夸我两句快点，这样。然后呢他就会说，就会夸我两句啊。如果他不夸我就说，嘿，给你铺了台阶你不走上去怎么样，我现在下不来怎么样。我好慌张，快点梯子让我下去，然后他就还是会夸我。那个我记得你之前说你有碰到一个小弟弟，然后你很受不了他。哦，也还好，他就是一直不按照我的，我一直叫他夸我，然后他就不夸我。我说我今天年轻吗？他说不年轻。然后我说那我今天正不正？他说还好。然后我就跟他说你超没眼光的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想要男朋友夸你，可以就是用直接讲，但是你如果不知道怎么讲，你就可以开玩笑的直接讲，他们就会夸你，会觉得你很可爱。嗯，我用的方法是另外一个耶。是什么？就是说各位听众朋友，你们一定，如果你们是女性的话，你们就知道，应该是说人类，我不要说女性好了。嗯，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。嗯，你就夸他，他就夸回来。对，
所以其实每个人都喜欢听好话的话，这个是一个互相爱的交流、哦、你就先夸赞对方啊，就譬如说、哦、我觉得你今天好帅哦，然后就一直夸赞他，然后如果他都没有反应的话，我就会说人跟人之间需要互相彼此要有爱的交流，你觉得我今天怎样，然后他就会说 哦你今天也很美这样子。哦，对，跟我的方法差不多啦，就是叫，但你都没有夸对方啊，你就直接要他，我会夸他、okay、他如果夸我很美我就会夸他，我说你眼光超好的，这不算夸他吧这还是在夸自己啊，我不会夸他哎、欸，我不夸男朋友，要鼓励他，真的，我说不会夸他很帅这件事情不一定是帅，其实我觉得啊，我妹妹有一点，有一次我就跟她说我觉得她要改进有一点、嗯、就是呢，我妹妹在她的男朋友前面都一直在骂她的男朋友，我觉得这一点很不好。我没有，那是看人好不好，就怎么看人，就是啊，就是你常常在挑剔你的男朋友，我觉得这一点不好，你一定要多称赞他。其实就像孩子一样，我们就说越骂那个孩子就会越变成你骂的那个样子。嗯，你一定要导引他，就是不是爱人，就是称赞我的朋友，很会，对，但是你要同样把同样的心态放在你的爱人身上，你要用一颗正面的心去真的去看到他的优点，就算你觉得他的优点那么的小，你也要抓住那个小优点去放大他，去称赞他、嗯、然后再告诉他如果你可以怎么样你会更棒。嗯，对，然后他就会像那个兔子头上装了胡萝卜在前面一样跑得很开心。哦，所以男人是需要教育的就对了。嗯，用爱的教育，对，用爱的教育。因为我发现我妹妹呢，她有一个很大的缺点，就是她老是用骂的，而且那个骂都是一直骂对方很笨啊，然后做事不牢靠啊等等等等，然后骂久了对方就越来越是那个样子，因为你根本就在引导他成为那样子的人啊。我们说有时候一个男人是潜力股，你要怎么样潜力股可以真的成为股王，很重要就是你是怎么样的操盘手。嗯哼，对，如果这个男生你看到他有很好的特质，嗯，那你要怎么样帮助他把这样的特质发挥出来，或者是他其实并没有那样子那么好的特质，你怎么样去培养他长出那样子的特质。嗯，对，那个就是女人的功课。会把他培养的很好，然后他就跟别人，有我以前就这样嘿对啊，那你这也是有漏洞在的你真的有讲到点呢、欸、就是以前我的每一任男朋友都因为跟我在一起以后变得很好，然后就跑掉。没有，只有一任跑掉，其他的都是我后来跟他们提分手。就算跑掉的那一任也是我提分手的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跑去劈腿被我发现。那你这样不讲废话，那就等于是他好一样，那就只有一任是这样子。嗯，对，就他就跑掉。但是我后来也有去检讨我自己，嗯，我觉得并不能浇熄我继续培养男朋友的心。那就做自己啊，那我现在就叫你倒数第二任女朋友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后来有检讨我自己，为什么把那个男人培养好了他就跑掉。其实我每一任都培养得不错，但是为什么那一任会跑掉？为什么？因为我发现那个时候我就太专注于培养他，然后忽略了感情的经营。不过讲到称赞呢，我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一点，就是我们常常的称赞都落于是在事情表面的称赞，就是譬如说他做了哪些事，然后我们觉得很开心，我们就说你好棒哦，嗯，这样，对。但是事实上，一个真正让人家打心底开心的称赞，是称赞你这个人，是你的个性。哦，那这个我会耶，你的特质，而不是说因为你做了什么事，然后你好棒，而是你这个人本来就好棒。我都会跟我男朋友说我无条件的爱你。对，这种就是无条件的接纳跟爱。这个称赞看见对方的本质，而不是他做的行为。但我觉得男生听到这好像没有很开心耶，都会跟我说，但是我是男人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比如说他可能工作出一点问题，我都会跟他说没有，我是无条件的爱你，就算你今天就是飞黄腾达或者是一败涂地，我都是一样的爱你这样子。你讲错方向了耶。怎么说？因为他在那么低的状态里面，然后你还跟他说无论你是一败涂地还是飞黄腾达我都会一样爱你，他就会觉得他超弱的。哎，你教我到一个重点耶，那我该怎么做？嗯，其实就是男人要的还是就像你讲的，他是一个男人，他很需要
自信心的建立，夸奖，对，所以你还是要用赞赏他的方法、哦、但是你不要让他觉得他很弱，所以你要告诉他说，而且我们说的不是因为他做什么事你这么厉害，这只是一时的这样子，对，就是称赞他的本质，你这么厉害又有点太虚了，可以再深一点讲他的本质哦，比如说、像你这样子、像你这么坚毅的，像你这么有毅力的男人真的是太少了，你这么有毅力，我相信现在的失败真的只是一时的，你的毅力会帮助你很快的站起来，以后一定会成功的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无论你在伤心的时候、或者是你飞黄腾达的时候，我都在那里。男人听了就会怎样？就会买包明天就会很 happy。对，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有抓到重点吗？有抓到重点吗？你有抓到重点吗？我有抓到啊，是什么？就是夸他的本质。然后呢？然后不要一副好像他现在是很糟的样子。我觉得我有学起来耶，不错啊。那以后你男友应该会很感谢我、嗯。我希望看到他飞黄腾达的一天。其实也只是就是安慰啦，就是不同的说法，让人家心里好过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但是说真的，其实我们世界上一切都是幻象嘛、嗯、如果在心理学的角度，所以怎么以幻修幻、嗯、我的意思就是说怎么去操作这个幻象，然后去改变我们现在的受苦的幻象，就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重点、嗯、这个我们可以在下一节节目里面再来讨论。好啊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到尾声了，要跟大家说再见咯，我们听罗美玲的爱一直闪亮，下周再见，拜拜拜拜。我一个人的沙发上还有你拥抱的力量，起身才看见孤单形状在空气里曝光，明明是咖啡不加糖，怎么喝还是懒洋洋，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，碰到天然就黑暗，我以为我以为